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要为大家画的呢，就是最近非常火红的韩国戏哦，《爱的迫降》孙艺珍的妆容，所以就继续看下去咯。首先呢，因为孙艺珍的皮肤非常的好哦，然后我看读了一下她的妆容是怎么样达到的，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皮肤没有那么的完美，那基础保养呢就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所以在上妆之前呢，我会先做好我的基础的保养。那我今天会用的呢，就是这个台湾的品牌叫 iShine 爱闪耀的这个牌子，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？就是这个 iShine， 你这个比较清楚吧？对，它所有的步骤呢，就大概最基本的话就只有三个步骤。我下一支影片的话，就会更详细的介绍这个牌子的护肤品，所以我现在就直接开始保养喽。第一个我使用的呢，就是这个舒缓奇迹露，就是这个 Redness Soothing Miracle Lotion， 它就好像是我们的化妆水，但是他们做成了精华液。所以我就按一点点，这样子针筒式的哦，就按自己需要的分量。如果你的皮肤比较干的话呢，就用比较多，就按出来比较多。完全吸收之后呢，我就会做一个刮痧的动作。那如果有跟追踪我的 Facebook 或者 IG 的朋友们，或者是我的之前的化妆的顾客们，就知道所有的新娘呢，我都会做一个刮痧的动作。那个刮痧的动作呢，是能够让皮肤更好的吸收保养品，然后让妆可以更服帖，然后瞬间拉提我们的肌肤。所以下一支影片呢，我也是会认真的介绍这一些步骤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就直接用这个，也是 iShine 爱闪耀这个牌子哦， Anti-Aging Firming Acid， 就是它的紧实抗皱原液，分量呢也是就只需要一颗。因为我自己的皮肤呢是比较下垂，然后又暗沉，对一个妆前保养会比较重视。它是这样子一颗爱心的，不要觉得它分量很小哦，因为其实这样子的分量是足够我们按摩全面以及我们颈部的。那我先给我一下下哦，先把这个戴上。形状非常可爱，就是一颗爱心，所以我就这样子把它转开。就挤出来。在耳头，我在下一次影片就会认真的介绍这一个保养的部分，再加上这个刮痧的部分。现在呢，我就先大概做给你们看了。我会使用这个贝壳机。震动还有发热的这个贝壳机来做这个按摩刮痧的动作。
刮一边脸了，这边就会比较收进去，然后这里的话就还会比较大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有一点红的话是不用担心的，因为这个就是刮痧的那个，它把它水全部排出来，把水分都排出来了，然后所以就会有一点点泛红，但是过一下子就会消掉的。因为我自己的那个水肿的状况会比较严重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刮完一边之后呢，就要刮另外一边了。然后我会先刮完全脸，然后再回来开始我的孙艺珍的妆容化妆法给大家看，所以待会见哦。那我做完刮痧之后呢，我的保养的最后一个动作呢，就是这个水珠霜。就是可以让我的那个精华这些全部都能够被锁住，量都可以很多，只要你的这个乳液或霜状的保养品呢不是非常油腻的，就可以大量的使用，而让皮肤瞬间补水。整脸都能够涂哦，因为我这个是非常的水，然后也不会油腻的，我们就大概拍一打，颈部的部分也要带过。轻轻的拍打，让皮肤吸收保养品，就拍到有一点声音出来就行了。那你看我刮完痧之后的脸呢就比较亮了，没有那么的暗沉，然后也比较拉提了。那上完这个水珠霜之后就可以直接开始化妆了。